嗨，大家晚上，我是吴姐。今天呢，要继续来实况分享通论瓦力欧制造。哦，图鉴角色，还有两个模式还没开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进行故事模式。那我们上次呢，已经过了两关了，这次呢，哦，有三个关卡可以自己选。那我们就先从最右边这个好了，因为这个角色看起来比较可爱哦。好，来试一下吧。呵呵呵，真是轻松了。十八福特，你自己走了。十八福特不走路啊，快停下！怎么了，滑板小子？叮叮。嗯，九福特，十八福特跟九福特是弟弟吗？滑板他停不下来啊！拿音波鲁斗，拿音波鲁斗，好可爱哦！每天都踩着滑板上下学的小学生，是个任天堂爱好者，特技是 DJ。九福特不断左右来回移动，按下 A 就会停住，并朝上方丢出溜溜球。啊，他只能往上丢就是了。好，哦，好难，喂，好难，好难。哦，好哦，放开。哎。哦哦，是这样子改变方向哦，好好，我懂了。原来如此。好难。耶！九福特好像没有十八福特好用啊，这角色比较难一点。互相就可以放心的，谢谢你们。咦，我制作关卡好像要坏掉了。是游戏臭虫搞的鬼了，感觉挺有趣的哦。好，那就来处理一下吧。九福特一定要用嘛，十八福特一定要。再来呢，我觉得库里凯特跟莫娜呢，莫娜跟九福特一样都是停不下来的类型的，我选库里凯特好了。哎呀。现在十八福特变成我的最爱了。嗯，嗯，这是怎样一家人吗？那边写着十三，该不会他叫十三福特吧？九福特的家，蛮中国风的嘛。亚斯米，嗯，好玩的 AR 游戏。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是。呜呜呜！什么东西啊？好可怕！它旁边放的是胃耶。他这帽子真的好可爱哦！哦哦哦哦，好酷好酷！撞击问号砖块，这样子啊！哦，虚逼的马里奥哎，爬上去！哦哦，敲砖块！哪种颜色胜出？哪种颜色胜出？就这个。对吗？我刚才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找出鬼怪！哦哦哦哦哦，有中是不是？哦，
哇，居然有动森呢！拿走金币。哦，还好还好。转动它，转动它，转动谁？啊，居然没有成功。蓄积能量，蓄积能量。糟糕。哦，有重视是不是？没有玩过萨尔达，让他到达终点。完全没搞懂，送到书了。哦，有过是不是？不要被抓到，怎么办？啊！十八伏特怎么在这边变不好用了？收获花朵，这个吗？称赞他，你好温柔。是这样子吗？哪一边比较大？哪一边比较大？六。这样子吗？哦，头目关了，头目关了，人剩一条命了。我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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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糟糕，忘记转翻方向了。咦，太好了，我好厉害，我好厉害。好难。那没有时间限制了。哦，有160几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过了过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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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，不怎么样嘛。九伏特成为同伴了，只有十八伏特这次没有表现好。耶、yeah! ！那剩下两关，这边是一次可以拿到两只角色，是不是？噔噔噔噔噔，这里也很脏哎、欸。本大爷倒觉得这样子刚刚好啊，一亿不卫生。哦，瓦利欧，瓦利欧。哦，这一批专用，二批专用，还有这样子了。钻石城市计程车司机，不管是只隔一条街，还是宇宙的尽头，只要有人呼叫，就会随传随到。一批会朝右边，二批会朝左边射击子弹。那我是一批，所以就只能朝右边射喽。哦，这边要用推的。哦，好哦，他只能朝一边发射啊。我们刚刚到处去看了一下，每个地方都脏得要命啊。游戏臭虫已经扩散到整个游戏里了呢。既然都跑进我们的关卡了，就赶快把他们清理掉吧。好，这次呢，来选一下九伏特、十八伏特。
我要再相信他吗？来吧。我觉得库利凯特好像是最好用的，马上变心，一飞冲天，行星旅行，七七七七七七七。这样子看他还蛮像酷霸的，这个车牌号码应该花了不少钱哦。计程车司机那么多期，高级计程车。射击，打倒敌人。敌人在这里吗？还好有撞、啊。保护地球，保护地球。哦耶！溜溜球。啊！居然失败了。剃干净，什么东西啊？彻底逃脱，彻底逃脱。我这样有彻底逃脱吗？哦，有，太好了。我觉得我的理解能力好像不太好。浇水，耶、yeah! ！连打、欸，成功了，抓住他，抓住谁？哦，有，哦，这样有抓到吗？机长，机长，嗨，让他们亲吻，太难了吧？消除噩梦，这样子吗？我好像只会比较暴力的选那个关卡、啊，把全部粘在一起，全部粘在一起。耶！拿走刚好四个，二三四，这样子、啊。受到保护吧，受到保护吧。哦，我没有被保护到、为什么这个时候偏偏给我18伏特过这一关呢？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剃干净。来吧，打倒敌人。哦，还好，这样也可以。进行分类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保护地球。哦，太难了，给我关上。我还把它打开，机长，这是我要跟你急到的，耶！这次我有理解到了，不要被击中。走开！让他们亲吻。太难了吧！这个太难了吧！有多少个？三个，对吧？抓住他！啊！啊！这次居然失败了。我觉得我来换个角色好了，我可能还是需要库利凯特。然后呢？来个莫娜好了，这次来试一下这样的组合。
哎，打倒敌人，打倒敌人。嗯，库里凯特果然比较直觉啊。保护地球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剃干净，剃干净。哦，简单。展示什么？彻底逃脱，彻底逃脱。耶！楽勝ですわ。じゃあ。じゃあ。关上。关上。哎呀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早くなるぞ。抢回来。抢回来。いい感じだ。有。有多少个？有多少个？一二三四五。耶、yeah ！消除噩梦，消除噩梦，嘿！哇，库里凯特根本 MVP 啊！让他们亲吻。哦，有了 ！OK， 我操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啊，他太快了！机长，机长，嘿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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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走刚好三个，拿走刚好三个，二三，有，把全部粘在一起，把全部粘在一起，有了有了，连我都粘在一起了，受到保护了，呜，还好还好，头目关卡了。木管卡位是什么呢？哟，保护他，保护他，保护谁？哦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把触手给打掉，打开门。要怎么打开门？你在那里，我开不了门啊！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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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上去！你怎么那么麻烦？有吧？哦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所以我在救谁啊？耶！哦，这次都很顺利耶。耶！同伴越来越多了，这样就恢复原状了吧？哦，再来，克莱格博士。哦呼，他的移动方式有点恶心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克莱格博士，难道说？不过我，你有听到吗？克莱格博士，为什么他话都讲一半？还是说？也不对，好烦的人哦、喔！喂，克莱格，掉下来了。哦，各位都来了。超会发明东西的天才科学家，听说甚至改造起了自己的身体，常常吃坏肚子。这样是不是改造失败了？能在空中持续游泳？啊！哦，撞到东西它会弹回来。
啊，感觉就不好用了这只。先嫌他一下。我的关卡变得好奇怪，你们知道些什么吗？好像是因为游戏臭虫在捣乱了。呵呵呵，游戏臭虫啊，我最喜欢游戏臭虫了。你这家伙该不会也被臭虫影响了吧？然后这次呢，我觉得他们也好用了。然后今天瓦利欧还没上场了，来派一下。克莱格博士的秘密工厂，赞赞机器人，自然会一直帮忙按赞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有节奏天国感哦。节奏天国什么时候才要出在 Switch 上？真的是。我不懂，咬个玫瑰在干嘛？该不会是节奏天国的关卡吧？为什么？全部重做？怎样？他跳舞太难看，所以全部重来吗？避开！避开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逃出去！我要逃去哪？这里吗？哦，哦，好。让灯亮起来。哦，还好有成功。合体？怎么合体？啊！啊！我搞不懂。绿色吗？坐上去。有！我坐到绿色了。打开开关，然后星星，哦，好啊，要由下往上才行。让他们粘在一起，让谁？好，搬过去，有，这只果然好用，引导它。这里，有，逃出去，有，找到讯号，是怎样？是 WiFi 吗？我搞不懂，搞不懂刚才那一关。避开，这个意思吗？避开，又要避开了，避，哇哦，还好，让他到达终点，哦，这样子吗？啊，可恶，没有搞清楚，啊，头目关卡了。只要这边不要输的话，就还是可以赢。抓住！哎，制作，这样子吗？哦，好，要做寿司就是。耶耶耶耶！看，居然有电话筒，怎么会要水彩？为什么要水彩？给谁吃的？哎，这个简单哎，这个头目关好简单哦。
哇，太好了！感觉这次很顺利，三个关卡都过了。耶！该死的 bug！ 只要我出马，两三下就解决了。克莱格成为同伴了。哦，还有吗？上面好像还有一块嘛。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啦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再来挑战这个改编一，感觉好像很难的样子。从这边看来，该不会是最后一关吧？故事模式有这么短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就来玩这个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就感谢大家来看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